诸位老师，诸位同学，今天呢，陈瑞珠老师提了三个问题，我借这个时间呢，跟诸位解答。第一个问题，老法师常说，古人的沉静，从幼小教起，国家有圣贤，是母亲教出来的，扎根的教育，是母亲的负责。现代的社会关键在做父母的不懂教，要把从前的家庭恢复，但是血缘关系的家庭呢，不可能了。这个话我讲过不止一遍，所以我们组成了道义的大家庭。平时妻小住在家属学校学习，而父亲每月利用假日回园生活学习，平时遇到特殊的事情可以请假回家处理，但因专注投入的时间学习与亲戚长辈往来没有以前的频繁。亲戚长辈们问我们学习传统文化，不是首重家庭关系，如此是不是违背伦理？请问老法师，我们的法院与做法是否如理如法？这一桩事情，你们的经验比我多，我只是看到想到没做到，你们已经做到了，所以你们的了解比我透彻。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疏忽了至少200年，丢掉了至少也有60-70年了，真正丢掉了。不但看不到了，听都没听说过。我这个年龄出生在民国初年，应该说了，民国初年的末后一段时期，民国十几年，民国15年以前还行，中国传统的家庭还有人看见。我民国16年出生，我遇没遇到？遇到了，但是不记得了，太小了。我自己的家庭衰了，真正是古人所说的家破人亡。家没有了，每个人靠自己去谋生，个人照顾自己了。
啊，但是我很幸运，啊，父亲在外面工作，很少照顾家庭。啊，我跟我的母亲，那个时候依靠姑妈，我父亲的姐姐，啊，他们这个家还在。啊，姑父兄弟十个没有分家，他们家还是大家庭。啊，上下人口有100多人，啊，是个大家庭。我3岁，我跟我母亲啊就依姑妈，啊，所以还在他们家里。私塾就他们的家学，念过书，时间不长。啊，拜老师那一天的情况，是一生都不会磨灭，记得很清楚。啊，学校是没有招生的。私塾没有招生的，啊，有小孩要进去，老师同意了，家长同意了，要家长跟老师同意，啊，就可以进学上学，啊，约定一个时间，啊，行拜师礼，就算是入学了。啊，我那一天入学就是我一个。啊，父亲带着我，带着礼物，到学校去拜老师。啊，礼堂就是祭祖的大殿。啊，当中供着一个牌位，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。啊，供了这个大牌位。啊，我父亲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向孔夫子牌位，行三跪九叩首的礼。啊，在那个时代，是最隆重的礼节。拜完之后。我父亲请老师上座，啊，老师坐在孔老夫子牌位的下面，啊，同学在两边观礼，啊，也是我父亲带着我，父亲在前，我在后面，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拜完之后送上礼物。啊，恭喜敬老师的礼物，就是古人讲的素绣。啊，这就是正式成为这私塾的学生了。啊，家长对老师行这样重的礼，我们做学生亲自看到，亲自跟他拜。敢不听老师的话吗？啊，敢不听教诲吗？所以，尊师重道啊，这一堂就是教尊师重道。啊，每一个新的学生进去，都要先拜师礼，等于都要上这堂课。啊，老同学可能上了十几次。啊，6、7次，那我们是第一次，以后再有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也站在旁边观礼。这一堂课叫尊师重道，老师跟家长表演给我们看，这样教会的。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。
老师要把他自己孝顺父母的故事讲给学生听。老师要做到孔子的无德，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。你看出老师，虽然很威严，他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恭敬。对事认真负责，对人礼节周到，清凉大师所说的如何制止，他真做到了，借鉴谦让。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这五个字做到，教学生身教啊，不是言教，言教没人相信，老师真做到了，老师是学生的榜样。伦常道德是父母在家里头教儿女，要都要做出来，不是言教，通通是身教。老师也要把伦常道德，特别是夫子的五德，伦常道德，在这五德里头演出来，表演出来。那么抗战胜利之后，中国古时候这种大家庭呢，没有了，真没有了。老家还在，有几个人在看家，里面人都没有了，统统都散掉了。一年会不会回家来去的，也没有。所以我们感到说，古时候传统的老家有好处。为什么呢？教小孩，教小孩是圣贤教育，以后再看不见了。那么第二个好处，养老，落叶归根，这一句话很多人知道，什么意思？没人晓得。年岁大了，不能工作了，退休了，现在叫退休。退休到哪里去？回老家，回老家享福。一个人，中国的教学，小时候要受严格的教育，德行教育，小孩没自由。中年时候贡献给社会，贡献给家庭，老年的时候回家养老，祠堂就是老人的活动中心，私塾就是也设在祠堂里面。老师下课之后休息的时间，这些学生跟老人就玩在一起了，天伦之乐，现在人无法想象啊！那真叫一家人了。每一个小孩都是我们自己家的子弟，都是有亲属关系。老人逗这些小孩，给小孩讲故事，那故事都是一生的经历经验，小孩常常听都记住了。
啊，这都是属于伦理道德教育，啊，现在没有了，非常可惜。啊，那么组成道义的大家庭是有必要的。啊，我想常常想到企业家，希望企业变成一个道义的大家庭。啊，企业的老板全在老板，老板要把所有员工看作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，啊，是一家人。员工的父母就是自己的长辈叔叔伯伯，员工的儿女就是自己的晚辈，啊，所以我建议企业要办子弟学校，就是私塾，要办养老院。啊，养老院怎么建呢？要建祠堂。啊，建万姓祠堂。啊，这个祠堂是祭祀，春秋两季祭祀。啊，这个清明冬至祭祀，平常就是办学养老。啊，这样把东方传统文化再复兴起来，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那么他第二个问题，主要问题，讲建立圣贤德行的基础，三个根扎完之后，啊，要在儒释道三家奠基，任选一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那么这个跟现在教育的理念不一样，方法不一样。私塾可以做实验，家长要同意，孩子要细心去选择。啊，他对于读书有没有兴趣？啊，喜欢读书，爱好读书，啊，那他就有居住这个条件。他不喜欢读书，那就没法子。啊，不喜欢读书，在古时候教他学技术，他将来有谋生的成绩能力。啊，能够读书的，尽量培养他读书。啊，所以要观察孩子的更新，啊，这个理念自己一定要深入，要对家长、对社会大众讲清楚、讲明白。中国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，不是升官发财，培养圣贤，啊，圣贤君子。啊，圆满的成就是圣人，比圣人低一阶的贤人，比贤人再低一阶的君子，像现在大学的三个学位，啊，博士、硕士、学士。啊，中国古时候这个学位就是圣人、贤人、君子。啊，以这个为目的啊，啊，这些人将来要参政，那是最好的官员，真正爱老百姓，真正为人民服务。啊，像毛主席所说的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这是什么人？这是圣贤君子。啊，他真正能做到两个字，孝廉。啊，他在家孝顺父母，在社会上他能孝顺长辈。啊，廉洁他决定不贪污。啊，这就是理想的公务人员的，啊，各个阶层的国家领导人。
啊，最低阶层村长、里长，啊，都是圣贤君子。啊，这不但把中国文化集成了，而且发扬光大，啊，带动全世界的安定和平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做榜样，要做模范。啊，你们这一个文化家属学校能够出两三个人才就不得了了。让社会大众看到的时候，他们深层就反省。我们现在教学的智慧、教学的理念、教学的方法跟古人相比，啊，古人能真教得成功，那我们今天问题在哪里，就很不难发现了。发现我们就改进，啊，重新来思考，有真实的智慧，啊，修订教育的理念跟教育的方法，啊，古人这个做法值得我们实验。啊，企业家可以代替我们过去传统的家庭，啊，企业有家道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，有家风。啊，中国人讲老字号，千百年传下去，有道理。啊，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我跟大家就讲到此地。啊，你们现在这些做法，从经验当中得到肯定，得到丰富的啊，更丰富的智慧啊，知识啊，希望将来可以给台湾教育做很好的榜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